你好，这里是黄金大仓鼠的频道，今天教大家如何做秋葵咖喱鸡。把琵琶腿切大块备用，此外还要准备胡萝卜、秋葵和洋葱。先用盐和黑胡椒给鸡肉调底味，加入蒜粉、洋葱粉、咖喱粉、番茄酱以及姜末，再倒入酸奶，将调料拌匀，最后加入红甜椒粉，将调料拌匀，盖上保鲜膜，常温腌制半小时。如果有买不到的调料，我在评论区放出了可以替代的方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先把洋葱碎焖炒一下，这里洋葱不用切得太碎，最后会融进汤里。洋葱炒好后，加一勺咖喱粉略微翻炒，然后把鸡肉同腌肉的酱汁一起下锅，加水烧开后上盖小火25分钟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将鸡肉腌好后，怎么做都不会翻车。出锅前下入配菜煮熟，再用一勺味淋调味，撒入零食马萨拉，半年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好了，仓鼠就不多说了，接下来的画面交给你们仔细的品。